不是吧，阿瑟？老北朝，老北味，该叫什么？今天阿星来带大家来一家僵尸咖啡厅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家咖啡厅在清迈的近郊麦林区，就在往孟娟的山路边上。后边我会有专门的视频介绍清迈的孟娟。过了这条红球后边都是这家咖啡厅的范围。这条小溪里都摆着几桌，有些人就喜欢坐在水里泡着酒，这也是这家咖啡厅的最大亮点了。这里其实很大，所有的空地都可以摆上桌子招待客人。上来这边有个平台，右边这里有一排凳子做成的栏杆，摆上桌子也可以招待客人了。外边还有六床可以躺着或者拍照。这家咖啡厅就叫 Zombie 咖啡，僵尸咖啡厅。小溪里还可以给小孩玩水。上来又是另外一区哦。这个红砖跟彩色玻璃外墙就是主楼了。这个僵尸雕像就是他们店的招牌。进来屋里这边是点餐区跟室内区，不喜欢坐室外的话也可以进来里面看空调，装修摆饰都很舒服。出来外边，这栋楼还在装修中。后院这边种着很多的树。这里还有一个铁架楼。这边是洗手间。铁架楼下边有两个很大的变形金刚。二楼也是活动用餐区。很多人会过来这边拍照打卡。这里真的是处处是景，处处都可以拍照。不过自己没开车的话，过来这边会比较麻烦。那右边这里就是刚才说的主楼了。这条通道其实拍照片出来效果也很好。OK， 那这里就是清迈的僵尸咖啡厅了，大家喜欢吗？关注我，点个赞，转发加评论，让我们了解更真实泰国，谢谢。